是鱼豆呀，鉴于鲨鱼的爸爸，简称鲨鱼爸啊，已经打上门来，但是江叔已经打不过他了，没办法，我们已经先决定了要睡一觉，就离开这座给了我们这么多物资的小岛。睡觉，看吧，睡觉，看来睡觉，睡觉。我已经睡着了。我已经睡着了，谁没睡？大傻瓜没睡。Tomorrow。 哎，前面有个大岛。哇。哪儿啊？那儿，我这个方向，我划的方向。大岛，快划船，一起划。划了很久，我们终于上岸了。于是我就听到，我野猪，我的妈呀！我，哎呀妈！听了嘶吼的声音，就能想象到江叔那是有多么的惨了。哎呀，江叔啊，我们大家可全靠你了，我就在精神上给你加油，加油！江叔，赶紧把野猪弄死。大猪小能手。再杀猪，把这个顶上的东西都清空。杀猪，那个小羊，两下，杀猪，猪，我就专注的砍木头，我得收集树枝。杀猪，哎，这个岛时间长了，是不是就自己就没了？不能没啊，在不没不没，大岛不没吗？小岛是不是没呀？不没呀，小岛好像没，没呀。杀猪。没，我上回在那岛顶，江叔给我抛弃了，这，哎，江叔野猪，我打残疾在这儿，我他妈上树了，杀猪，太吓人了，杀猪，我去砍树啦，这样快拍了我这段最美丽的镜头，拍着呢，快江叔，杀猪，与猪共舞，哎，杀猪吃猪，太牛逼了江叔。发现一个神秘山洞，哎，江叔，你看这有小锅盖，一看这块之前应该有人生存过的痕迹。哎，这块有淤泥，没有铲子呀，没有锹哈。啊，锹还没解锁吗？江叔，你没发现你捡不下了吗？好像。呀，这块这么多的淤泥没法拿了。哎呦，我没有那啥了，江叔。哎呀，天，我快黑了。你没有啥？你没有斧子了是不是？等会儿我能做。赶紧做一个，天黑咱就回去睡一觉呗。这天有老鹰，江叔。老鹰打人呢，我跟你讲。啊，拿石头丢人吗？嗯，丢。完了，这老多淤泥了，都不能拿。为啥呀？不用着急。没有工具。哎。回船睡觉吧，天黑了不好行动。好了，船在那啊，船在这儿呢，赶紧回家吧。天黑不好干活。我找不着了。啊，豆姐，祝你好运。哈哈哈哈哈！别露出了啊！希望一会儿去救豆姐啊，豆姐常年死外面。我都躺下了，我都啊。我来哪儿了？这是啊。这是碎片，没有塑料子了，咱家缺点塑料子，江叔。那我捞点塑料我再回去。哎，我好害怕呀，天老黑了。不要着急啊，不要慌啊，一切都不要慌。放不下呀。天这么黑，在海里游泳的感觉你知道吗？ A few moments later。大哈利，我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整不错啊！鲨鱼人家咬了，真了，睡觉快点，弄的，睡觉吧，快睡觉，我睡着了，我都，睡着了，哎呀，我活了，我们得挺渴呀，我呀，挺渴，分你个西瓜吧。不是，你们把那个水给我呀，你们把那个木头给我，我去给你们做一个超大净水器啊。我的木头全给你了，我这老多木头了，还给我木头来九个超大净水器啊，够用不得，来够用，来看看这个，来这怎么样，在哪呢，坐哪去了啊，坐这儿了。这净水器怎么用啊，就是也不用火也不用这啥的，完了就等它、嗯、一会儿就好了，一会儿出来四五杯水自己就都是水了啊，就老牛逼了，那特别的棒啊，特别牛逼，特别棒。好了吗？
这块肉能给我吗？啊，那块肉你吃吧。我拿完那块肉，我去砍树去。走了啊，走了啊。咱们先把山上的东西都整完了之后，再下海打鲨鱼，然后挖海底的东西呗。哎，豆姐现在说的啊，就是特别的有道理，特别棒啊！啊啊！江叔那边有个猪，咱去把那猪杀了呗，先。江叔都杀一个猪了，这个猪，这边这个猪。杀了猪了，我没有武器，我上不了。我有一个矛，你能杀吗？看我做出了什么，兄弟们！金属钓鱼竿，铲子，捕虫网啊！快点走，不能让那猪看见我。教授真牛逼！金属斧怎么样？碎片钩。哇哦！金属矛。耶耶！投网器。锅也出来了啊！哎，金属还有锅，还有做可以做汤。金属现在都能做了，就金属锭，咱下海挖的那个就行了。挖那个，挖完了之后回来拿那个大熔炉，给它一烧。一烧一烧就好了，是吧？对对对。这猪是不是来找我来了？啊！这猪来找我啦！干死的鱼蛋儿，豆姐不会打。这把武器不行啊，武器，金属的武器，我想做把金属啊，我要去拱了啊，猪一直在拱我，救命啊。完了，我感觉我好像被这个猪给拱出内伤了。听到这个声音之后我就知道了啊，这个猪还是那只猪，特别的性感。猪并不简单。来呀来呀，你个小猪猪。看到没有，豆姐又极其的嚣张。嚣张的语气。我躲在了树后面。啊啊，他发现我了。走你。这个竹子怎么整啊？什么竹子？就是那个不有砍不了，竹子砍不了。我为什么砍不了？哎呀，哎呀妈！知道啊！我捅死你！啊！救命啊！猪杀人啦！猪杀人啦！清空好自己的背包，完了再出门。哎，这就叫做什么实力？野猪杀人事件。哎呀，快走吧，那边的树不能砍呢。不是我这里不就有碎片吗？啊！这猪跟着我来了！哎呀，刚刚哪块树能砍啊？哦，还有粘土。你看这里鲨鱼也没有，就在这里一挖挖，哎，四大件出来，完美。江猪啊！也没有那啥的了。管管这只猪吧。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咋了？谁了？哎！啊！把我拱了，把我拱了！我没武器咋整啊，豆姐？给你，给你，给你，我给你。你在哪儿呢？哎，这只羊驼怎么整啊？能那羊驼暂时抓不了，咱东西不够。用什么能抓呀？能杀了吗？杀不了，它跑太快了，正好比你。快那么一步，都是自己，你给我武器，因为你拿武器没用。对对对，好嘞。我适合拿斧子，我看看树啥的。你看看树啥？对，鱼豆，你对自己的认知还是非常清楚的。要对自己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知啊。但是鱼豆树没有了，树都被我砍光了。那你手挺欠啊。又杀一只啊！优秀啊，江叔！那你开玩笑。江叔是猎人，咱们两个是那啥，咱们两个是文化人。我是伐木工。不是，咱俩是工人，江叔是猎人，我是船长。是猎人。你是船长。你怎么是船长呢？那我不是船长，谁是船长？哎呀，相比于杀猪，我觉得我还是更适合砍砍树啊，钓钓鱼啊什么的，嘿嘿。好了好了，那本期视频到这里了，让我们下期再见哟。